怎么喷出来呀？三一五没有起来的他是要换别的你们两个一起荡哦啊我们他们抓鬼啊抓鬼啊已经抓到了 啊啊你们两个在做什么啊啊两个一起荡秋千哦哇，三个人一起荡秋千哦，吓死人了呐！太挤啦！啊，四个人荡秋千哦，太挤了。好了好了，起来起来，这样会压到哦，哦会压到了啦。你看他被压扁了啦。哦，曾纪祥，你怎么在睡觉？哦，哪有四个人一起荡秋千的啊？来，再一次哦，来四个人荡秋千哦。哇！哇，这是几个人？好了好了好了，起来起来，太多了太多了，啊，太多了太多了，啊，太多了。